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程总啊，你打电话约了我好几次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谈，可我一直工作上太忙了，实在抽不出时间。本来应该请你去公司的，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环境。嗯，有什么事情说吧。既然侯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其实我只想知道，你反对沈侯跟严晓晨在一起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？ 哎呀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你约我来谈是谈我儿子情感的问题。那也好，我也就直接回答你。他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，门不当户不对。你觉得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充分，很充分，但充分到步步紧逼，不惜毁掉儿子的前途。 也要拆散他们，这就不太正常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，侯总啊？您不是无知妇孺，您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，如果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应该会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拆散他们。但是现在您的手段太激烈，也太着急了。哎呀，我说小程总啊，你的这些话呀，倒真引起我的好奇心了。 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手下的一个普通员工的私事这么感兴趣呢？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在追求严小晨是吗？那我拆散他们两个，正好成全你啊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你行事不太正常，当然也想帮助小晨，看看从别的什么方面可以让你们同意，所以委托了我一个朋友调查你们。什么？但没想到。 查到了一些我不该知道的事，你过分了吧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沈侯跟严晓晨是同一届的高考生，对吧？对啊，他们是同龄人，是同一届高考生，而且还同上一个大学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仅仅只是如此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希望您不要误会，其实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。 就是希望你不要再阻止他们，让他们幸福的在一起，给他们祝福。我明白了，你今天是来当说客的是吧？而且代表严小晨一方。但是小程总，有一点你必须明白，他们俩将来走不走到一块儿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我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尤其跟你。 侯总，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已经知道全部了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当年沈侯的高考成绩根本不如严小晨，但他却能考到华大的国际贸易系，而严小晨最后却掉了档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你侯总找人在中间动了手脚。你不要再说了。 我不说就可以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吗？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啊？啊？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严小晨是破格录取的，因为他的分数和志愿没有任何问题，就算被顶了名额，查下去，学校也只会让他入学。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还让我继续说下去吗？接下来的事情，我告诉你吧。我当年托人找了招生处的老师，希望找一个人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。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，阴差阳错出了岔子，怎么就让严小晨调档了呢？更离谱的是。 他的爸爸不依不饶，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。结果没想到，路上出了车祸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真是造物弄人呐！为什么偏偏到现在，让严小晨跟我儿子走到了一块儿？沈侯知道当年发生的事儿吗？不。 他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相信严小晨和他母亲是绝对不会原谅我们沈家的。所以你明白吧？为什么到现在我想尽办法就是要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？我就怕日后万一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早晚他们会知道事情的真相，那怎么办？两个人非痛苦死不可。与其那样的话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还不如让他们现在就分开。我已经无意当中对他们家造成一次伤害，我不想让他们母女两个再受第二次折磨。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？我情愿做恶人，我情愿牺牲我儿子的幸福，我情愿让我儿子恨我，我都不能让他们在一起，你明白吗？您说的我都明白，但现在已经晚了。他们不会因为你的阻拦而分开，不光是您，任何人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结婚了。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沈侯是瞒着你，跟小陈秘密登记结婚的。总而言之，现在不管是我对小陈，还是您对沈侯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说，也不要刻意阻拦，否则我能被你的行为逼着去查明真相，他们也一定可以。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这个秘密封存下去，只要永远不让他们两个人知道，就不会有事。但愿如此吧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严小晨，你听我说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严小晨，停一下吧，公司有规定的，中途不能停车的。对啊，师傅，你停一下吧。停一下。师傅，停一下吧。停一下吧，师傅。忙事啊，太危险了，师傅。对呀，帮帮忙，停一下吧。那好吧，我等一下靠边停车吧。师傅，谢谢。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人，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。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，阴差阳错出了岔子，怎么就让严小晨调档了呢？更离谱的是，他的爸爸不依不饶，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。小小，爸爸一定让你读你喜欢的学校，做你喜欢做的事儿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吧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不是我爸。身份你母亲已经确认过了。 这绝对不是我爸，我爸没死。姑娘，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舒服一点，啊。我为什么要哭呀？我哭，我就承认我爸死了吗？嗯。 来，终点站到了啊！下车吗？下车吧。下车吧，司机也需要换班休息。就算你这个样子，躲在车里不说话，它也不会形成一道屏障，帮你来抵御外面的世界。 既然你不想下去，那我就去跟司机商量一下，看怎么样可以让你一直待在这儿。你还没吃饭，饿了吧？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我给老李打个电话。我求你了，别管我了，你走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能开口说话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刚好这附近也没什么人，你要有什么想说的、想骂的，发泄出来，别憋在心里。你既然已经全都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瞒着我？ 我只是觉得，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，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。我只想看到你开心，不想看到你难过。他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？ 就是因为我们家穷，没钱没地位，所以好欺负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，我当年根本就不会掉到，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。是他间接杀害了我爸，他毁了我们一家。而我现在…… 这个是我在一起，我跟他结婚了，多可笑！都过去了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而且当年做错事的人是侯月珍，也不是沈侯。你刚才也都听到了，沈侯他跟你一样，当年只是一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这件事情。 你最好不要告诉他，否则的话，他会跟现在的你一样，自责跟痛苦。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你要是不想坐我的车，那我继续陪你坐公交车。知道我要去哪儿吗？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去哪儿。如果你现在不想回家面对沈侯，你可以先去我那里。等你状态都调整好了，再回去。 哎呦我去！还我！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打包这么多啊！你这典型薅工业羊毛，知道吗？占便宜没够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给了钱了，而且哥们儿今天啊，特意做了2道我新学的菜。哎呦，我呸！咱们员工价等于白菜价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给钱了，还自己做了2道菜。 哪道菜是你买的？哪个菜是你到菜市场自己挑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。怎么着啊？来，我给你点温暖的拥抱。你别碰我啊！你走开，你别恶心我。哎呀，走！哎呀，嘿，我告诉你啊，面包会有的，爱情也会来的。你的爱情就在来的路上。我的爱情已经走远了。那你拿赛车追他呀？我车开得太猛，坏了我。 你等我修好了，重振旗鼓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拿下他！拿下他！我告诉你，咱俩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是真正的大人，我们在不一样的世界了。那你也加把劲儿啊！加什么劲儿？赶紧走吧，别品了，一会儿菜凉了。我先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沈红，你回来吧，我跟你爸爸有话想对你说。我现在在忙，没空。严小晨，他现在和你在一起吗？没有。 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想事情。你要是没什么胃口的话，我再去煲一个汤。不用了。我吃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这事儿我不能让沈浩知道。他是无辜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我们今后的婚姻，还有我们的家庭。 骗得了沈后，骗不了我自己，我也骗不了我妈。我应该怎么去撒这个谎，帮着他们家去隐瞒事实真相？应该怎么做？沈后。 接还是不接啊？你接吧，你告诉他你没有和我在一起。喂，小陈啊，他没有跟我在一起。好，再见。 谢谢。你要一直让他这么担心下去吗？你如果一直不接他电话的话，他可能会疯的，就像上次一样。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至少先度过今晚吧。你听我的，先把手机开机，给他回个电话，就说你在跟客户吃饭，吃完了就回家。 过去。喂，沈浩。小小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外滩跟客户吃饭，刚才手机没电了，我刚充上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好，我等你。嗯，拜拜。 快吃吧，吃完了我送你下雨打车。你不吃我都不敢吃的。记住啊，回去以后跟沈浩什么都别说，千万别让他知道。你别误会。沈豪，沈豪不是程志远。我告诉你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这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他没关系。海棠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这儿等你了。我多希望，刚才从那儿出来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你。 就算我跟小陈聊点私事，不想告诉你，这能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？啊，说好，跟他说点事儿。你自己看，啊，这些照片能说明什么？这是我妈之前发给我的，这些加在一块能说明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以前告诉我自己。 不要什么事情都相信，但是我今天亲眼看到，程志，你知不知道我跟严小晨已经结婚了？她是我老婆，我是她丈夫。这几张照片我可以解释，解释？那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做不能被我发现？什么叫做回去之后不要告诉我？ 啊！我知道小川是你的老婆，但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告诉你吧？人都需要隐私的，有些事情知道了对大家都没好处。程志，你不要总是摆出一副比我更加了解小小的样子，你这种样子特别恶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沈豪，沈豪，小啊！ 你还手啊！你更有本事还手啊！你根本就还手！对不起。让我们回家吧。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好不好？我不回去。对不起。 这是你家钥匙，希望你不回去。我现在还给你，你那个家，我不会再回了。 你喝得太快了，这两天睡眠不好，你少喝点儿。你看你，一会儿说茶养生，一会儿也不让我喝，哎呀，我这心里头乱得慌。你说那个严小晨，会不会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沈侯呢？说句心里话吧，我真的不是对他有成见，哼。 在公司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，我还蛮喜欢这个女孩子的。可是当我看到她的简历，越看我越害怕，我越来越觉得她就是沈侯顶替名额的那个女孩。我心里难过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就怕万一他们两个走到一起，将来有一天发现了这一切，那两个人更痛苦啊，对吧？ 沈侯，儿子，你跟那个严小晨……妈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。哎，这是严小晨没有告诉他事实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他对咱们那个态度啊，他一点都不记恨我们。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沈侯呢？严小晨可能跟我们的心情一样，不愿意让他受到伤害，想保护他吧。哦。哎呦，你说说，他要真是能把这个秘密严守一辈子就好了，永远不要告诉咱们儿子，那样。 我们就没有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理由了，是吧？毕竟是咱们害了严小晨他们家嘛，对吧？我还想喝茶。听话。 和女朋友吵架了？如果是因为你妈妈跟你发的那几张照片，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解释。其实我们误会小陈了，那些照片拍摄的时候角度是有一点问题的，我和你妈妈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这不重要。是，这不重要。 所以我和你妈妈觉得，这个女孩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如果呀，她能够原谅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包括以前我跟你爸爸不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是我们会对她像自己的未来的儿媳妇一样。 好哈，对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哦，你结婚了？我趁你们不注意，偷偷拿走户口本，和他结婚了。啊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 但是我刚才发现，他在城市人家，而且我拉他，他竟然不跟我一块走。那你有问他为什么吗？没有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既然你们都结婚了，那就是小两口了呀。小两口有什么事情，说开了不就行了吗？ 妈妈，你们能不能先出去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孩子，妈跟你说，我和你妈妈先出去啊，让她自己待会儿。